昨天郭董出席了台大医院活动，他居然爆料当时他进 BNT 有人卡他，还直言呢、啊、现在政府呢不把人命放第一位。这一战郭董直球对决的是小英总统吗？另外、啊、全球除了抗疫之外呢，现在首要任务当然是拼经济啦。没想到日本央行今天一个 move， 哇，哈日族哭哭了，日元呢一口气狂升了超过2%。现在呀，现在全球有不知道的黑天鹅来袭，就连小米可能都熬不过这个冬天吗？马上欢迎特别来宾，首先欢迎的是万宝投顾总监蔡明章，蔡总好。大家好。资深分析师张正威，伟姐好。明君好，大家好。前刑事警官高仁和，仁和哥好。明君好，大家好。资深媒体人林玉峰，玉峰好。大家好。民俗专家陈清玉老师好。大家好。